天拍摄的戏份挺特别的，因为我穿的也是比较街头皮夹克这种感觉，然后还要跟老外进行贴面礼，就整个都还蛮街头的。英语角八九个中国人围着一个老外，你练什么呀？这就不一样了，搞不好你还能谈个异国恋爱，爱情英语一步到位。这是最后一条吗？希望是，这就是真正的英语角。哇，还有这样的地方，金莎是我们这个剧组的氧气，我们每天看到她，我们很疲惫，但是看到她我们就吸氧了，所以氧气美女就是这个意思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合作愉快，认识你很高兴，我又多了一个女朋友，我也认识你特别高兴，真的。哎呦哎呦哎！这世界很酷。